嗱，條靚咧仲見到點點蛛紋嘅咧，咁即係話點啦？哇！如果見到一撇，咁即係話過咗超越噶，係咪？嗱，如果個人頭髮睇唔到，嗰條靚啊睇唔到，咁你就要諗下自己，我究竟係要佢邊度清楚啲？你件衫清楚啲，因為係頭髮清楚啲，咁你就要就用呢啲嚟就取捨啦。通常情況你都要睇下你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奧林匹克嗰個杆杖，咪嗰個牌，個牌要黑色個圈，睇唔睇到紋理？最白係咩咧？係呢個橙色呢個。咁你睇到兩個都睇到啦，咁就冇問題咯。但係今日一定冇問題嘅，因為你係個光差比較少啊，所以你今日呢方圖係冇問題嘅，一定。